找别人教吗？为什么不练琴？为什么四个月都不练琴？不练琴就是上体育班啊，再不练琴就换老师啊，不然你去找别人教嘛。蹲下，蹲下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教导无方，我发泄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